周深摸黑捉迷藏大挑战。不是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杨迪，杨迪哇！太恐怖了！会找到你的。好恐怖！你这是个人吗？我自己都害怕，我抓谁我？你别动！等一下，我亲亲你脚腕。你看到了吗？这是什么？好呀，我。明天我们将开始一场浪漫的搭档之旅。啊？选择搭档的顺序。在这个房间里面做一个黑暗游戏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车少年进来，开始第一轮。春游少年都躺床上，把人妆都懒得补了。老老哥，你让一下我。二季姐姐是没这个必要。你在干嘛？来吧，准备。喊上来一起关灯了啊！来，躺好了。3、2、1。确定他们在这房间。OK OK。你知道吗？他的手就在我面前，他在我们俩面前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没事，我没事。哎，哪呢？尝尝。哇塞！3、2、1，这么牛逼。你这样，你看导演组，然后闭上眼睛。OK。这也太黑了。嗯。好了，打中一个。恭喜朗朗哥，接下来就是周深。接下来被抓到的人变身狼人一伙，一起抓剩的村民，依次决出3、2、1名。来了哦！哎呀，主要是我什么都看不见呢。哎，嗯，你动的声音太大了吧，这位朋友。我看见你了，怎么还在看？怎么看呢？你在干嘛？杨迪，杨迪哇！这个人动的声音很大哦，不会是导演吧？又是你啊你啊你在干嘛你在干嘛等一下来亲你亲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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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迪，你不要再跑了！哇塞，就他了！哎，导演吗？导演吗？导演吗？这是谁啊？导演。哦，这导演啊，对不起。啊，那有人。
这有一个，这个有别个麦子，总是导演了吧？好，范丞丞被抓住。我又不应该动。哦，我就跟吴东哥坐在范丞丞旁边。但杨迪踢我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杨迪不是，这导演的腿。宇哥，哎，啊！我摸到张雨健，杨迪，雨健被抓住，杨迪，你躲到哪儿？我们也会找到你的。哎，这是谁啊？周深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啊。哎，这是谁？我是周深。周深呢？在这儿。我们抓杨迪了。哦，这个身高，周深。你按这个身高稍微高一点点，这个杨迪。我感觉到就在这边。跑不了。但是我没听到他声音。就在这边，就在这边，包围他。杨迪，不要再跑了！哎，就自己人，自己人。他跑哪里去了？这边。哎，自己人，他自己人。自己人，他扔了个垫子。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了吗？好呀！竟然没有扔的。杨迪，我是不是听见你的声音了？迪哥，我摸到了，我摸到了，我摸到了。结束。我本来已经是最后第一名了，为什么还要抓这么久啊？太恐怖了，也太吓人了。好了，结束了。我们知道了，你们看那个会发现我非常，我太吓人了，经过你们。你是不是有，你这个眼镜是不是有夜视功能啊？你为什么能在夜里跑得这么？不是我这样子。然后我发现我移这个的时候，这边有一团蓝光，我这个屁股卡在这里动不了。然后他说：“哎，这里有人，我赶紧。”我就应该这样。而且最搞笑是我明明已经只剩我一个，我就赢了，这么三个人抓我，你自己要跑啊。这个唱歌的老师怎么回事，就一趴让你从那边绕一圈都不会吗？都走错了，一共就两条路，还能迷路吗？周老师选一个康青丽乐罐，待会儿要给女嘉宾橙子味的吧，芦荟吧，新口味了。对啊，这有颗爱心啊，我觉得那个很明显吧。看这个的心多不多？那这个是什么？口啃蛋。那我想吃这个。好哇，这个为什么？也想吃这个。来，好来吧，来。来。大家就竞争一个人是吗？一共有三个女嘉宾，大家就竞争一个人。哎，你们怎么都选这桌？我就想吃这个，吃这个呀，都吃这个吧，朗哥。这个太辣了啊！这个不辣，这个挺好的，但是感觉已经是吃剩下了的，有没有？对，是这个新的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我一看这个我就知道谁常吃这个是吗？对啊，这一看就他早上吃。那我跟你一起选这个，朗哥。行，你愿意也行，我没意见。这个这么好的话，我们也来。哎，你们怎么都是墙头草了的？那我们现在公布一下哈，因为朗朗哥选择了这份，朗朗哥的配对嘉宾来，大姐一点都没猜出来，都是搭衣服都一样，衣服都搭好了，你俩衣服。朗朗哥说你会做的早餐不多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都是这个款，谁说的？我们来了。我的早餐就像我的人一样抢手。姐，是你这份餐生怕没人选，爱心太多了，每道菜都。你不够了解我，你看，真的，酸奶，真的里面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鸡蛋是嘴啃出来的吗？来一个。爱心心，是不是这撕出来的哈？哎，他刚好撕了四个哎。
面包里有毒。那贾良姐，你在四个人中要选择一个。什么？我还要选？四个我都要啊。为什么不行？我们就演那个《流星花园》啊。规则改一改，我不管。演一个独幕剧叫《等待》。那你就选择一个道明寺。我会选程程了。哎呀，早就料到了你们的关系。观众朋友们，我有很多话不敢说。这才几期啊，我跟程程是姐弟 CP， 那不是那种恋爱，就是姐弟 CP。 你倒是想。你们俩是双胞胎 CP。 安排好了是吧？这都我猜的。梧桐，不会我跟你想的一样吧？